俾你啦 ，Leon。好啊，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即係作為我工作嚟講，好多時候係會即係不知不覺間係忽略咗媽咪嘅，咁同埋媽咪好多時候都會其實對我好好好氹氣啦，就係話誒需唔需要攞啲湯嚟煲俾你飲啊？需唔需要攞啲咩生果俾你食啊？咁其實好多時候因為我自己工作環境有時走 location 咧，即係而家走去嗰邊又唔知咩時間，通常我都拒絕咗佢嘅。咁喺度講聲即係媽咪對唔住啦，咁喺嚟緊母親節我都預備咗一份禮物送俾你嘅，咁到時你會知道係乜嘢。哇 ！OK， 好孝心，係啊，好孝順啊。其實我諗咧 ，Leon 嘅新歌《一生最愛就是你》咧，已經係送俾媽咪一種心聲啦，係咪？可以係一首歌啦，但唔係一定係另外一份禮物送俾佢。OK， 咁佢嘅呢一首勁歌推介咧，依家先有得睇。咁但係呢個時間咧，我哋一齊重温下今個星期嘅六首挑戰歌，咁其中嘅一首挑戰歌亦都係你嘅歌喎。睇下啦。OK， 本週挑戰歌包括有到亞軍位置啦，一齊開榜亞軍位置。本周金榜亚军是一生最爱就是你黎明。走，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，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静默从某异地。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，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正是满心欢喜，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，如麦箭声音去又返，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减，从未心而冷，每想到你已天梦幻，化身你面前心期盼，这感觉为何更浪漫？在我生死之间，是你吗？是爱吗？是你出于真心，日日夜夜，仿佛漆黑中说话。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，定会从此一生不忘记。难道这个世界剩余下今天的真爱吗？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，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正是满心欢喜，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，如麦箭声音去又返，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减，从未心而冷，每想到你已天梦幻，化身你面前心期盼，这感觉为何更浪漫？在我生死之间，是你吗？是爱吗？是你出于真心，日日夜夜，仿佛漆黑中说话。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，定会终此一生不忘记。难道这个世界剩余下今天的真爱吗？多谢。